这里是由芬达冠名播出的牛气满满的哥哥，果敢玩出彩，好喝好玩就看我的。那么这一期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云南昆明。哎呦，要回来了，欢迎我们的龙凤归队。赢了！嘿，怎么就赢了呀？你们唯一赢的一次是龙龙不在的时候吧？没错。所以龙龙回来，我们还要赢一次。兄弟们，太给力了！感受一下胜利的喜悦，让你感受一下胜利的喜悦。我们赢了一次了。心潮澎湃，好像是那种复读机一样，赢了一次，对，赢了一次。龙龙不在，龙龙不在，龙龙不在，对对。耶、yeah, ，赢了。要赢了，感受一下胜利的喜悦，让你感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简道林是语言上的巨人，游戏中的黑洞。不是我是，我们要把气场拿出来，气势拿出来，气势要有。好，气势要有。要赢。没有把你们输了的视频，在那喊话的视频有传给农农，他发给我了。对对对。耶，农农你看。有那么浮夸吗？我们赢了！耶！耶！那浮夸啊！所以农农今天归队了。我们这边的那个队长是按原来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还是说今天有一？其实我觉得，因为前两期的节目我看了，龙龙的表现其实非常好。我觉得，因为我的脚伤，虽然说回来参加节目，但是我现在目前是80%左右，所以我怕拖累大家。我觉得龙龙要不要继续当？我觉得既然龙龙归队了，我觉得还是把队长交给龙龙吧。受伤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帮你嘛，我们给你打辅助，好，我把队长还交给龙龙。好的 ，OK，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然后继续。冲！必拿下！好的。大家都知道昆明呢素有花城之称，它一年四季如春，所以我们节目组呢在这期节目之前呢给各位哥哥们都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希望大家呢都选一个花，然后并且呢把这个花送给现场的一个人。对的。我们先看一下龙哥的吧。好的，我的花稍微特别了一点。我的花叫豆花。哇，豆花啊！而且这个豆花呢，有咸的，有甜的，哎，就是可盐可甜。哇！所以你要送给我们场上的一位可盐可甜的人，对不对？当然是送给我的好学弟了。哇，谢谢。他平常他又可以很严肃，像那种霸道总裁一样，你可以离开了。可甜的部分，他有时候又像很萌宠一样，对，像土拨鼠一样，很好玩。所以可盐可甜。哇，甜的！哇，甜的！可盐可甜的，可盐可甜哦。哎，你们俩要不要一起拿着豆花子摆一个可盐可甜的那个 pose 和表情啊？那你是甜的，我是咸的。鼓掌！学长学弟组合，谢谢学长。那接下来就是耀庆哥吧。哇哦，这是一束兰花。哇，好漂亮哦。哇，兰花呢，就是君子的象征，正人君子。那一定是送给我的，对不对？哎，这边有人主动认领，会是他吗？学长，哎呀！好，这个好，这个好。谢谢学弟，谢谢学弟。哎，还有一个，有两个。对，两束。这个是海芋，它的花语是青春活力。哇！
所以这个其实是要给宋威龙的。哇！青春活力，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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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很感动。恰好我送的花也很有意义，也是送给耀庆哥的。哦，互送了。其实我送的花呢，哎呀，这个是塑料花，塑料花。虽然我们表面就是关系一直很塑料，但是其实塑料花它永不会凋谢，它一直是保持新鲜的。送给耀庆哥。哦，谢谢。哇，这个寓意很好哎，是不是很特别？对，谢谢。对。嘉哥呢？哇！哎呦！哇！鲜花送给大小姐。大小姐。太有心了，哎呀，太有心了，到底是我哥，谢谢谢谢，希望你收获爱情，收获爱情。代表我爸妈感谢你。趁这个机会我把我花送出去吧。好，我这个花呢，我想跟我兄弟们一起送给农农。哦，农农领出来。哎呦，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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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了，出来，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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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往前站。啊！哦，准备啊！欢迎哥哥，欢迎哥哥。虽然你前两期不在，但我们一直想着你的。欢迎哥队，欢迎哥队，这个很好，谢谢，谢谢我的兄弟们，谢谢谢谢，庆祝回归啊！我要献给我的兄弟们，因为我们需要很大的一个运动量啊，所以呢，献上祝花，把我们的锅给拿上来。大环境里面，大家注意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给龙哥准备的花叫做随便花，说出来别后悔啊，随便花。上次我们喝到了十二个柠檬，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送给你。好酸呢、哦。我们为什么今天设计这样一个开场呢？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刚好是七夕节的当天播出。七夕快乐！所以呢，我们开场呢就浪漫了一些。那么大家都知道，七夕呢是中国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节日，所以今天。很不同的是，我们的节目首次迎来了两位女嘉宾。哦，开心了，欢迎孟佳佳姐姐。哇哇哇哇哇哇哇！你看小哥哥对吗？已经很亢奋了。欢迎一下我好朋友。哎呦哎呦，大家这个情绪高涨啊！姚小莹。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来来，雪莹雪莹雪莹，这边请。哎，我看到了什么？看你们一个个殷勤的。哎，他们怎么风格就全变了？我觉得你们这样怪怪的。等一下，等一下。平常大小姐在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这样。是的，龙哥。我们大小姐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秦高林女嘉宾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秦高林来了之后，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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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变掉了，充电了。来，我们请那个孟佳跟雪莹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雪莹。Hello， 大家好，我是场上的第二个佳哥孟佳。因为那个今天呢，两位呢要分别加入大哥队和小哥队，你们自己心中有没有什么意向？我们目前。录这么多场，我们也只小输了一场。对，你来我们队的话，我们不会让你晒到，也不会让你累到，对，一定让你舒舒服服躺着，就让你开心。他会把你先送出去，直接送到小黑屋。哎，你看他们穿的那种
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厚的外套，体质肯定又很虚的。OK， 来脱，快点，现在脱。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弟弟，对吧？耶！卷赢呢？主要是我们就是弟弟队对我的朋友们，真的是小气也是，毕竟我们刚合作完。那没有理由了，那就都来吧。我就但是，哎，但是都选弟弟队，那哥哥队怎么办？没事，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点都不需要担心。那个孟佳跟这个雪莹都表达了自己现在初始意向啊，想去小哥哥队的想法。接下来是大哥队反选的环节。大哥队还有反选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想，我们没有，本来我们其实是很善意的，希望促成大家有完成大家的心愿。是一个成人之美。谢谢，可以，君子成人之美。谢谢。但是，今天又是七夕节，那通常就是牛郎织女会合的日子，所以我觉得怎么着还是得搭配一下。又委屈你们了是吧？怎么着？哎呀，好难，我们再开个会。又开会去了。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就会讨论很久。对，明明是都要喜欢我们这样。我们究竟有没有参与这个节目？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完全没有。这轮到我们来看他们了。嗯嗯，这两个要看战斗力，对吧？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小游戏比赛，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环节的部分要考虑的。哦。最简单让他们掰个腕子的，所以这样吧，我们 battle 一轮，好吧？加油！千算万算，没想到早上六点钟要起来掰手腕。这是一个代际沟通的节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所有拼搏的精神能够传承到下一代去。对，所以现在我们看重的是，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认真，再小的游戏都要认真玩。加油，小心受伤啊！三、二、一，开始。最后大哥，哎呦，不分上下，哇！都很有战斗力，僵持住了、啊、我们两个真的不相上下，哎，焦灼了，在颤抖。三二一，我们定了，佳佳。咚，那就恭喜孟佳进入大哥哥队。那我们雪莹就进入我们小哥哥队。好，组队成功，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游戏环节。出发之前喊出我们的口号：一、二、三。游戏满满，我最勇。哟，上车啊。哎，又要开始了。下雨嘞，不要啊！好想你，我不敢打给你，就只好打给西。什么歌？打给西啊？真的是这个歌词吗？打给你啊。
会再能够懂你的体贴。一生为一生的发心这心这别绝，让人看不见。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云南民族村，这里集中展现了在云南生活的26个民族的文化风情，也是云南民族文化的缩影。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在佤族文化广场啦。又要跳舞吗？哎，真的是这样哎。佤族的朋友的脸上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黑黑的东西，刚才我们有的人的身上也有了，像嘉哥这个，我也有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在古时候啊，它是用天然植物的材料和泥土混合而成的，它的作用呢可以消毒，可以杀菌，也可以祈福啊，就植物啊。在现代呢，其实这是一种送祝福的象征啊，抹得越黑送的祝福越多，在七夕的时候尤其是送的这个幸福越多，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就跟这个一抹黑有关。每轮每队派两人参加，一位大哥和一位小哥身绑弹力绳，背对背给你面前的人的脸上抹上幸福黑，摸黑对方脸部面积更多的队伍则为获胜。就抹对方，对，说你可以用身体的晃动躲避前面这个人。大家现在请派你们的选手。队长，队长，谁被摸？分配一下，咱们都要互相摸。咱们现在选定站着的人，我觉得农农现在不能活动，他农农站着，农农站着，站着，可以。你想第一个来吗？龙哥，你要上吗？你先想，你上我就上，你不上我不是龙哥，你上我就上啊，上上上，好，来第一轮比赛，龙哥对邢昭林，孟佳跟雪莹，来来来，什么女孩我们谁敢抹？我跟女的怎么了？你想想，对女生你如果动手，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看一下这边有多少台相机，明白吗？多少台录影机拍着？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不要听他们的语言。你是巨人，你是巨人，你是语言的巨人。先来，先来跟大哥嘉哥道个歉。对，先道歉，先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先道歉。我不要听他们的语言，你是巨人。Round one， 三、二、一 ，Ready Go！ 巨人加油，巨人加油。巨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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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拉，你也拉！巨人加油！加油！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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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底盘压低，底盘压低，底盘压低！徐兆林，你也拉，徐兆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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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徐兆林，徐兆林啊！徐兆林，徐兆林啊！啊啊啊！徐兆林，加油！巨人冲啊！巨人加油！你反面他在拉，他在拉！加油，徐兆林！巨人加油！巨人加油！加油！巨人加油！加油！雪莹好惨，快快快快快！
加油！加油！龙哥，加油！九、八、七，陈哥，推他，推他！加油，加油！六、五、四、太猛了！二、一，停！哇！又一次证明了你是语言的巨人。我不会让你碰到我的队友的。秦昭林，怎么回事啊？你是巨人，你是巨人。我错，我错。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双方队员不要着急，现在男生女生互换位置。哦哦 ，Round Two。龙哥，请记住我现在的样子，等一会儿双倍还给你。哇，双倍哦！听我的口令，三、二、一 ，Lady Go！ 加油 ！Oh no！ 快，哎，对对对，漂亮漂亮，往回拉，拉回去。等一会儿双倍还给你。把他拉走，拽，哎，这边拽，对，拽拽拽，漂亮漂亮，往回拉，拉回去，加油！变成了拔河比赛，现在，把他拉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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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女生很厉害耶，往后跑，哇！哇，变成了摔跤女子摔跤，有我们队的气势，加油，加油，快跑，抱在一起的画面似曾相识，这是女人的战斗，你跟他掰个脸，加油加油哇加油加油哇十九八七六加油加油五加油加油加油二一停台佳佳是我们一员猛将啊精彩精彩加油棒棒龙哥，请记住我现在的样子，等一会儿双倍还给你。哎呀，怎么没有来呢？哎呀，怎么没有来呢？哎呀！第二轮，恭喜大哥队获胜！耶！雪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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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一二三，耶！耶！我们气势方面不能输，气势不能输。请双方队员派出你们出战的人选。上上。对，好吧。我不想在每一次游戏都让他很难看，你知道吗？哎呦！啊啊！哎呦呦呦呦！哎呀！龙龙加油！用拳相报，恩将仇报，对得起我吗？我不想在每一次游戏都让他很难看，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没上道具之前狠话已经出来了。Round three， 来来来，大家准备，耀武扬威组合，三、二、一，开始。宋伟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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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宋伟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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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多了。
龙，现在只需要控制住妖精哥，控制住妖精哥，加油！加油！加油！手挡的吧，三二一停 time over。 这一轮啊实在没有办法复盘，因为在出发的时候妖星哥一手就甩到了我的脸上。一开始，二一开始，首先先攻击主持人，造成无法判定的结果。怎么干这个活呢？也会有这个伤及无辜，伤及无辜。来来，快说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妖精哥过来那一刻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谁是妖精哥？因为等我恢复视力范围的时候发现你已经那个躺在地上。我觉得我像自己现在像一块牛排，现在像一块牛排。在这里下腰没有用，腰好没有用。那刚刚那轮是谁赢啊？刚刚因为农农出了那个活动的范围了，然后嘉哥呢是把身体转过去了，其实这个都是游戏不允许的，所以刚才那轮我们平局啊。好，平局平局。辛辛苦苦这么半天，来双方，嘉哥、陈立农，请准备。你小心你腿啊，好不好？来，陈立农，你有什么话要跟耀庆哥讲？来 ，Daddy。哎呦，我要 ，Come on baby， 抹爆你！抹爆他！抹爆！抹爆你！龙龙，我是你的三号美容师，希望我能够服务到你。希望能服务到，对，遇到同行了，希望能服务到办卡，对对对对对对，我会认真。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抹他脸，抹他脸，是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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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残忍了！完了，耀庆哥生气了，生气了！到点了，到点了，到点了，到点了！哎呀，我一气过去。时间到！哎，冷静。时间到！这一轮恭喜小哥哥队得一分，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1。比分很焦灼，每队剩下两位请出列。二美组合对机器组合，稀罕你，稀罕啊，稀罕的不行不行了。
啊，稀罕稀罕呗。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开始。什么情况？哎呀！加油！加油！哎呀！我是白云，你是黑土，我是白云，你属龙，我属虎。今天好像弄完崩爆米花失败了，就这样，把自己崩进去了。你为了守护小乔，你拼了呀？对，敢欺负我兄弟，哥哥，你看一下现场的局势，就想欺负你兄弟。那我们这一轮的游戏最后的比分是3-1，恭喜大哥队获得第一张牛皮牌。来来来，抽卡！牛气哥哥，哥哥牛气，哥哥牛气，哥哥的，哥牛气嘞！哇，七夕同心卡，恭喜大哥哥队获得七夕同心卡一张。可指定对方任务力两名成员在捉迷藏时绑定在一起，这两名成员将成为共同体。哇！我要喝芬达，爽。来，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1、2、3，耶！我们现在呢是在纳西族村，纳西族呢其实也是云南特有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呢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文字。因为纳西族的文字叫做东巴文，同时呢它也被称为世界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可以说是文字起源的活化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牛气满满的哥哥。不是哥哥，因为最后两个字不一样嘛，肯定不能是哥哥。他把哥的压字儿不对。对啊，牛气满满我最牛。不对，不是我最牛，因为第一个字如果是牛的话，最后一个字肯定不是牛了呀。不一定一样的。正确答案就是牛气满满的哥哥。看吧。啊？为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东巴文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它是有表音和表意成分的这个象形文字。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东巴老师上场。我们来先看一下非常简单的东巴文字啊。哦哇哦，请问这几个字代表的分别是什么嘞？第一个字是热，怂。热，他身上在冒烟儿。怂，发抖了。爽，爽，为什么爽？爽，开心的那种。所以老师，我们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字？就笑到了，然后就讥笑的意思，讥。哦，激到了，是不是会遇到啊？刺激到了。按照这个思路，大家来看这是什么字？陈立农，脚上长包，脚上长包。农农，农脓包的农。It's me， 来看一下啊。什么？哎呀，宝，绿宝的宝。哦，他吃饱了哦。最后一个了啊，请大家仔细看，
给大家的提示是，这个是现在非常火红的一首儿歌。哎，不是你那个看那个板，是不是那个唐板板那个？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水管管，然后一起买伞伞。哇，好棒、哦！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游戏环节，每队各派两位队员交叉接力作画，画画的时间不超过10秒，猜对多的队伍就获胜。歌名龙龙行，对，龙龙 K 歌之王，之王。加油 ，K 歌之王！来，大家先选一下每队出来画画的人是谁？谁第一个来？那我来吧。你来吧。啊、这要咋画呀？很难吗？这有点难哦。来来来，准备啊、哦、！OK， 计时。这好难啊。好，请停笔，接着画。关哥，那是什么？是骨头吗？停笔，停笔，画完，停笔，画完。宽哥，你这画完也没看懂啊？来，行道理。啊，好的，好的，好的，来。这是干嘛？啥意思呀？夏天的风，快进了，快进了，快想想，七个字，被风吹过的夏天。对，龙龙，龙龙，你懂我，龙龙，那我真没听过啊，这太难了。好，元素和感觉是对的啊。灵魂画家。情深深雨蒙蒙，回答对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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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嗯哼，气球，不正确，泡沫，恭喜宋威龙，厉害厉害厉害，歌王宋威龙，这，小意思小意思，来。我想去画，其实。你不能画，你先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回来。你别画。你现在取库的点是 OK 的哦，你等会儿吧。画工可以，咱先赢一会儿，咱先赢一会儿。我小学是画画队长。我小学。好，那去吧，去吧。所以是非常擅长画画的，对不对？非常擅长。好，来。哇，特别好。准备好了吗？这题真的要画画好的来。看，首先几个字拨节，看见吗？好，停笔。我小学是画画队长，所以是非常擅长画画的，对不对？非常擅长，非常擅长。啊？这是什么？啊？必须要说画得很准确啊！爱，然后他很伤心难过，伤心难过，爱，然后伤心难过。死了都有爱，死了都有爱。哈哈哈哈哈！对了对了对了，对对对对对。我没来得及，你知道，我想画个光环的，其实。你把画完，你把它画完，我看看你光环怎么画。光环这样子啊。这是光环。但是还是很准确，你看你一个人画就可以让别人猜出来了，还是很准确。谢谢谢谢。大家注意，这题也是需要会画画的，来。你怎么他每个题都是需要会画画的？等等等，还没画呢。我还没落笔呢。好，来，爱的魔力转圈圈。恭喜答对了。
像战天轩，因为他一直他画的真的很好哎，他画的真的很好哎，很好，不是，特别关键是他画完之后是大哥队来 get 他的点。龙龙，你下来吧，龙龙，龙龙，你下来吧。我一猜吧，我觉得我为了别人做了嫁衣，我觉得，我猜。宋威龙出场两题，大哥队得两分。谢谢宋威龙。哦，来，这就比手速啊。啊，这个好简单呀、啊。几个字？四个字。就像一个棒球手套。蝉。好，时间到。夏天。整个夏天。不对啊。飞鸟与蝉。小琴，你的答案是什么？飞鸟与蝉。和蝉。飞鸟和蝉。答对啦。耀庆哥还是挺厉害的，居然画出了蝉，对，蝉都能画出，这可厉害了，蝉太简单了。玛卡巴卡阿卡巴卡米卡玛卡，幸亏你不是第一棒。你那是什么蝉啊？你那是蟑螂好吗？充其量算个天牛。你这是苍蝇。蝉怎么这么画呢？蝉这么画呀？你看一个眼睛，两个眼睛，然后身体是这样的，然后翅膀是这么交叉一下，这不就是蝉了吗？哦哦，这不就是蝉了吗？哦，你才是班长，以前画过黑板报吧？加一分，这怎么能加分啊？这是娱乐啊！我来画吧。来吧。告白是谁？队长。告白是谁？队长。回答正确。一分，还差一分，快继续画。来了，3、2、1，好，停笔。哦，记事本啊，方向完全错误。来下一个，我相信曾润熙的话。这是什么画了吧？那是蜡烛吗？哦，时间到喽，怎么样？这个元素，没有，八脸懵。甜蜜蜜，谁说的？宽哥回答甜蜜蜜怎么唱？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甜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但是第一个，我想问的是，第一个这是个什么东西？方糖。这是糖，这个呢？我其实要画这个罐子，然后有蜂蜜。我以为是钻石，你知道吗？没有，这个我本来想说一个杯子，一个。我以为它是项链呢。我以为是红包，真的很像红包，就像红包。赛点，真正的赛点来了啊！朋友们，集中精神，一题决胜负。宋威龙，我看好你。太紧张了。这是什么歌啊？完了，这个题估计跟我们没关系了。耀庆没听过，说明我们知道。学猫叫。不对。3、2。
喵喵喵。波斯猫。回答正确。还激动，蜜蜂般的波斯猫跟着它的脚尖，波斯猫跟着它的脚尖，波斯猫守着它的爱。慢，来，小哥哥队抽卡。恭喜小哥哥队获得返场卡。耶，猜对了，如此顺利啊！哎呦，这个不错哟。还有最后一张，谁会获得呢？一起进入下面一个游戏吧。来，三二一，必拿下！我们欣赏的呢是非常精彩的竹竿舞表演。金呢，总得有一个风俗习惯。当这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两个人呢就要跳过这个竹竿，预示着将来这个生活顺顺利利，幸福美满。今天七夕呢，我们也就是借着这个风俗吧，然后来考验一下哥哥们的这个兄弟情。那么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呢？请大家听好游戏规则。采取三局两胜的方式，每轮每队各派两人参加，在两分钟的时间内合作完成运水过三关，哪个队运的水多，哪个队就为胜利。那你肯定是一个力量型带一个轻的了。对，不是，我是车狙。趴下的时候人体不是头会往前斜吗？但是水就会往下倒。对啊，会不会这样尽量头这么抬着，对，头这样仰，底下的人要低一点。大哥队第一轮出战的是谁呀？我们俩吧，我来来。嘉哥跟龙哥，小哥队。来，好，来吧。你俩先上吧，来吧来吧。他们俩。小哥队是小西、雪莹。预备备，三、二、一，开始。一、二、三、九、四。稳的。稳住，我们现在领先了，没问题，走。再低点。好、okay, 哦，这样 OK 哦、okay. 这样可以。别走。低点。哎，可以。OK。可以。爬了。哎，他们都没水了。倒水不重要，对，重要的其实就是后面那个气球的人。抱上去，稳住，不着急，先放到桶里，雪莹，抓下来，再往上去，哎，可以，倒进去，反了，雪莹在这气球什么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恭喜小哥队，漂亮，拿下一局，漂亮。
三。秦昭凌稍微快一点好不好？秦昭凌提醒一下要提速哦，秦昭凌那个有点过慢哦。没事没事，只要在两分钟之内我们能够把水量做到最大就可以。十 ,OK 了。可以了。我天天有叨叨好比浪涛，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我很高，九里乾坤我最知道。快快快，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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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再来一点吧，下装了，不要装了，够了。哇，孟佳头上那个是满满的一杯。可以可以，可以，你再低一点啊！好好好，富豪富豪，走富豪。小哥的一些身高的问题，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阻碍。低再低，好，过了过了，放心走放心走放心走，过了过了，已经过了。继续，好，再低再低再低。我觉得水放掉没关系，两分钟快到了。哎，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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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可以，过了，过了，过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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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起来？可以，起来，起来，起来。你起得来吗？还可以。再低再低。好的，好，起来。过了，过了，起。再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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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一点。好，慢慢下来，到水杯那边再弄。小心小心，龙龙把球拿下来。要注水。好，走，下来下来，松手下来松手下来。哎，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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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倒了。红薯红薯红薯，先倒先倒先倒。没问题，倒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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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里还有。恭喜大哥队，漂亮，耶，哇哇，来下一组，加油加油加油，求稳，不求快，随时随时告诉我，还要再低，刚才比刚才好，阿库纳马塔拉，啊，阿库纳马塔拉，阿库纳马塔拉，来上来上，阿库纳。现在是一比一，决胜局最后一轮，最后一张牛气卡会归谁呢？三、二、一，开始！不用急，不用急，不用急，不用急。九十啊！还有宽哥很悠闲地走到了水桶这里，多一点，多一点水。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好，非常稳，非常稳。两边现在都非常的稳定，好，可以，不好放，再低一点啊，过了过了过了，慢慢来慢慢来，慢慢的，不急不急不急，慢慢的，别晃别晃别晃，对，再低再低，哎，头好，过过过过过，好好起来，好好来来来，好，慢慢的，可以起了可以起了，拿球下来就好，拿球下来就好。哎，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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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先把水倒掉，然后再接球。好好好，也行，直接把整个球拽下来。再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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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点。哇，三球！啊啊！下来吧。陈立农没有剪指甲。还有水吗？再倒倒。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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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气球，稳住气球，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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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爆掉，爆掉，爆掉！时间到了，停！好，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大哥队获得胜利，所以大哥队获得今天的最后一张牛气卡。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孟佳抽卡。大胆猜测，应该是驾驶检视卡吧？现状改变卡。如果长方使用的话，可指定一名桌方原地静止五分钟。如果桌方使用的话，指定一名藏方必须离开躲藏地，持续移动五分钟。那么大哥队，你们今天在这一次的捉迷藏游戏中选择的是桌方还是藏方？我们捉，你们藏。谢谢，谢谢。本次终极捉迷藏地点就是七彩云南欢乐世界，这里是全球首座滇文化主题乐园，还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整个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旅游康养度假区，除了主题乐园，还有特色酒店集群。森林温泉、萌宠乐园、精品湿地等，超级适合全家度假。在今天捉迷藏的游戏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滇文化的刺激，还设置了七夕特别的任务，每一个任务都和七夕相关，任务 NPC 就在哥哥们的周围，哥哥们加油吧。我们这一次大家都好拼。张胜熙，椅子太大了，椅子太大了，椅子太大了。啊，对啊，没办法。这世界突然看不清很多东西。江江，躲在这里真的好紧张啊，非常紧张。我觉得先熟悉一下环境，然后看一下那个缩圈的通道，好不好？正在观察哥哥们的位置，马上要进来了。我坐的那个，我是躲的人。临机那一场，说的没错，我们都是我们在什么？我跟农农准备返乡，大家都来滇池试验，大决战了，大决战了！陈林总，来让开！陈林总，等等等，那假的假的，没有没有，卡金的公子的，卡金公子的行将领，不要动！
全都。前面有，前面有哥哥，前面有嘉哥。小心啊，小心！啊，怎么了？啊！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下节更精彩。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这里是由芬达冠名播出的《牛气满满的哥哥》，果敢玩出彩，好喝好玩就看我的。我是牛气满满的哥哥，指定座驾广汽传祺，传祺 GS4 Plus， 超强动力，超级智能。牛气满满的哥哥，指定支付品牌中国银联，用云闪付，信用卡还款零手续费。牛气满满的哥哥，指定产品伏尔加，伏尔加积雪草水乳，补水保湿，屏障修护。我马上要进来了。做了那个，我是躲的人。明基那场他说的没错，我们都让我们在主席。有阴影了是吧？你干过的事你还想弄人家？哥哥们早安，欢迎来到七彩云南欢乐世界。因为昨天哥哥队有两张卡嘛，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同心锁，如果失败的话两个人同时出局，如果返场的话有一个人可以回来，不是两个人同时回来。想问一下，你们准备锁定的是弟弟队的哪两个人？因为七系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设定嘛，我们决定锁住小齐、齐思君跟张雪莹。哦，两位好。大都队使用七夕红心卡，锁定齐思君和张雪莹。我和张雪莹被锁，为什么要锁我们两个？我装白话了。你们两位配一位摄像老师，你要一直这个样子拍他们，看到哥哥们到了某一个游乐区域，随时在群里面发一个消息，希望哥哥们开场的时候不帮我。我想想，我快速想想，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会锁的居然是我。游戏满满的哥哥，距离游戏开始还有5分钟，那我现在只能去找他了。怎么办？我现在去换你这个衣服，然后那妆怎么办？我有带卸妆湿巾，我抹掉，然后这样的话咱俩就穿一样的衣服。好好好，快去快去。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往 B 区思朵吧。那我们先过去思朵，一会儿看情况再分策略吧。对，从这后面走吧，这后面可以通的。来。问一下孟佳，第一次参加捉迷藏游戏，今天准备逮出几个？全部逮出来。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放过。好的，大哥哥队，我们喊一个口号就出发了。一二三，出发！过山车，走！加油！走！游戏正式开始。我要开始抓人了。先去同一个区。哎，慢慢，大家，稍微有点距离，好吧？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的。谢谢啊，谢谢。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我他们都过来了吗？稍微有点距离，好吧。不要按到我按钮。Hello, hello, hello！ 又要榴莲。Hello, hello！ 榴莲。Hello。
哎，那个垃圾桶嘞，没事吗？应该没什么。走走走，有点距离，有点距离啊。有水吗？啊，渴了。渴了。旁边有没有什么椰子？我渴了。看椰子。行行，看个椰子吧。放上面，放下面。放下面，放下面，我在下面喝。谢谢，谢谢。宋威龙，宋威龙，你为什么戴了个头套？宋威龙，别以为从蛋里出来我就不认得你。宋威龙，你为什么戴了个头套？哦，蔡国庆，就是你，蔡国庆，蔡国庆。来，你站中间，我保护你。学长，学长，学长，学长。嗨。为什么跑了？没有，他故意的，为了制造一些现场混乱。因为你跑，躲的人会害怕，就会跟着跑。那有个，那边有个，那个。你看那个黑的。对啊，对对对，走啊，去追啊，就是他，追过去，假的，走。我觉得是他哎。那个我跟你讲，很像假的，因为他太淡定了，弟弟们没有那么淡定。不会在这个距离里面还这样挑衅的。对。哦。我们要不要去那边搜一搜啊？走。搜一下这里面看。搜一下这里面看谁。嗨，有人在这躲吗？有没有？我觉得他们可能室内的机会会比较多。室内肯定躲室内，不可能躲室外。现在80%在室内，80%在室内。我怀疑啊，有人在里面，有人在里面。往回走，他肯定会往那边走的。走。哦，我的天哪！抬手，抬手，抬手！他摸了我的头，摸了我的屁，摸了我的。反正摸了马的头，反正摸了我的马头，我吓死我了啊！但他们怎么不翻呢？他们刚刚摸熊了吗？摸熊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觉得熊太大了，然后马太小了，熊里面没人，马里面肯定就没人，这有骗到了吧？昭林，你找一下。
那个 C 区的任务点就在摩天轮的正前方。C 区就在摩天轮正前方是吧？我去看一下任务点，任务点。OK， 我知道了。龙哥，我在这儿，你找不到我。耶耶耶耶！去做任务，现在去做任务。耶耶耶 ！C 区门口任务点，哪有任务点啊？任务点，任务点，任务点。这个任务怎么做呀？我们就是围着圈，邀请人跳舞。来，我们跳舞，来。哎呦，哎哎。Come on， 快来帮忙，快来帮忙，快来。帮我来，帮我来，帮我。哎，快来帮忙，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耶耶耶。任务卡，任务卡呢？拿这任务卡，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卡呢？任务卡，耶！我的任务卡呢？哎，哪儿？走，嘉哥来了。什么？嘉哥去厕所，你们也通报一声。嘉哥上厕所，让他上呗。兄弟们，我得了一张任务卡，然后 C 区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刚刚得的任务卡是什么卡呀？还没人告诉我。什么？我完成的是一个假任务点。张琳，你找一下，那个 C 区的任务点就在摩天轮的正前方。这个任务怎么做呀？我们就是围着圈，邀请人跳舞。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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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任务卡呢？拿这任务卡，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卡呢？任务卡，我的任务卡呢？假任务可还行？外国人跳舞不也是？他们是代表爱情的象征吗？这也是七夕的主题啊。一群人跳舞难道不是象征着热情与爱情洋溢的吗？怎么没有任务对他、现在正在陪我的阿姨玩呢。我们是临时组建的一家人。阿姨，你们想玩什么？我们今天就是游乐园狂欢的一天，开始喽。只要游戏玩得好，哪里都是巴厘岛。哎呦，这个好！来，接个掌，耶！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们坐那个过山车吧。分钟后将关闭 A 区 B 区。这是 A 区吗？不是吧？现在还是在 A 区内的。A 区到 B 区有多远？就旁边就是，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只有两个口？他们如果堵住两个口，就完了。可是我现在下不来，我下不来。我们在这个 A 跟 B 的交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啊，看他们会不会出来啊。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你好，我们叫做标标志，标志，标志。这边有奇怪的摄影机的位置。就这么走啊？我们赶紧转移了。阿姨，带我们赶紧跑，叫你过来追我们。我现在先跑了。哎，你好，赶时间，赶紧帮我们拍一下吧，赶紧，赶紧，赶紧帮我们拍一下，快点，快快快快快！从哪里出口啊？先跑，先跑，来，小飞快，小飞快，小飞快。
好，这一集是大型的社死现场，九十分钟无交集、无对眼、无经过。有了，应该还是有经过。我现在发现它整个每一条路都是通的，所以非常难控制缩圈。所以缩圈要放弃吗？放弃，它没有必要了。对。我看到西西了。哎，现在怎么样？他马上从那边过来了。他们在 C， 他们围住那里了，他们在堵那里。我跟你讲，如果他们全抱团，我们不反杀，我们就只能躲死赢。我觉得赢得很没感觉。那我们就进行反杀嘛。我决定，我跟那个农农准备反杀。我跟农农准备反杀。我和小齐，我们现在是假装情侣，就是都穿上便服。行，我跟龙龙死躲，你俩去反杀。现在这个战术如果有变故的话，我们随时改变行动。我觉得我需要换那个帘子了。小心小心啊，注意啊，人多的区域注意啊。来，麻烦你们往这边撤，谢谢啊，谢谢谢谢。撤过去那边好吗？谢谢啊，大家注意安全。有一个人在后面看。有人绕过去了，绕过去了，绕过去了。让开！陈立总，陈立总，停停停！那假的，假的，没有没有，卡进这空子的。卡机控制，请占领。来，七国机，七国机。不要太正常一点，正常一点。箱子边上是可以藏人的。你好，要一个那个。红河旱鸭四人份。两人份，两人份，两人份，对。要这边还有一个，还是只要鸭子。鸭子。好，请多过来，不要请多过来，快请多。来，所有人坚持试验。大家都来坚持试验，大决战了，大决战了。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怎么样？大家都来坚持试验。我们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不行，不行，不行，不要窝，不要窝，不要窝，真的。
哎，麻烦麻烦，不要跟这么近，谢谢谢谢。他们就在我后面。哎，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引到我的那个区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前面有哥哥，前面有个哥哥，前面有个嘉哥，前面是嘉哥，前面嘉哥往右手边了，前面右拐。好，可以，哦，我知道了，就这样。要攀吗？两个人。往那边走。看不出我们的，我们这样自拍。这应该不是吧？对。嘉哥，嘉哥，嘉哥在前面，嘉哥在前面。走，去找嘉哥，去找嘉哥。赵雪莹，小琪，赵雪莹。小琪，小琪，小琪，赵雪莹，小琪，赵雪莹，小琪，赵雪莹。小琪，小琪，小琪，赵雪莹，小琪，赵雪莹。是的，是不是？哇！孟佳和李维嘉拍到齐思钧、张雪莹，漂亮，漂亮，漂亮！来吧，来吧，大家过来这边集合，电池之眼，过来集合。这边有没有后门？没事没事，让我躲一下。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在上面。那就去看一个。对。所以我觉得有人坐在。出口在哪里？出口。不是，只要有人坐在摩天轮里面。对，哥哥们，哥哥们，集中到摩天轮来，上二楼。好的，我上来了。这样，我们到出口，我们到出口，我们到出口。慢一点，慢一点。桶子箱子。帽子脱下来，帽子脱下来，不要跑了，不要跑了，帽子脱下来，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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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摩天轮出口，我跟嘉野，两个人一起，两个人一起，两个。你是谁啊？陈天龙。孟佳拍到陈立农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厉害吧？厉害啊、这个女孩对，很强大。邢昭林，邢昭林还在吗？邢昭林，来，帽子脱一下，帽子脱一下。帽子脱一下，应该不是，他没那么壮。Hello， 辛苦了 ，Hello， 李昭林，陈立农，啊，你就不喊你儿子陈立农？农农农农，你在哪里啊？能不能回一下我微信啊？孟佳拍到陈立农。陈立农出局。Oh no！ 来，我们做任务去。你好，做任务。我就是爱神，丘比特。我是丘比特。这里有四个非常可爱的头套，你要找到那一个跟你戴同款头罩的人，把他带到我的身边。有看到跟我一样的吗？来，跟我走。好巧，我们俩在一样的。我们跑两步。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有缘人。好，七夕快乐！
谢谢。来，这是你们的任务惊喜卡。谢谢。说好了，刷瓦迪卡，拥有此卡者可以在园区里任意消费。让一让啊！小哥们，曾舜晞获得刷我的卡。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烦死了，这样卡有什么用？吃饭吗？又不饿。好棒哦！啊，聪明！我好羡慕哦！饿吗？渴吗？赶紧消费去！今天曾舜晞请客。哎，我想带一个这个，我可以刷曾舜晞的红卡吗？我们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啊？可以给我们爆米花吗？爆米花自由了，冰淇淋自由了。哇！烦死了。游戏满满的哥哥捉迷藏游戏，五分钟后将关闭，一局换边洗浴。榴莲吃的挺香，怎么那么臭？走走走，直接进。垃圾箱在哪？后面。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发。摄影师离我们远一点，隔着河拍我们。垃圾桶，哎，垃圾桶，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再拉了，不要动。工作人员，配合一点，不要动，不要动。来，麻烦别动啊。大家不用管了，散开吧。所有人散开走，散开走，散开走。没人，极端的渴。曾舜晞，还有三分钟。有本事出来，出来挑战啊！所有人集合，我们全自爆。来，站。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下节更精彩。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这里是由芬达冠名播出的《牛气满满的哥哥》，果敢玩出彩，好喝好玩就看我的。牛气满满的哥哥特别支持京东，牛气满满新潮好物，京东超市一站购入。哎，垃圾桶！哎，垃圾桶！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再拉了，不要动。工作人员配合一点，不要动，不要动。来，麻烦别动啊。什么？把垃圾车推到哥哥面前转，好的，就是让他们搜，然后他们没搜到再回来，我们再躲进去，明白吗？哇，舒爽！我在摩天轮下面这里，有人在摩天轮上，他们跟我们说要走到 C 区摩天轮下面了，哥哥们，守一下。我就在原地准备反杀。
苏威龙。哎哎哎，谁？苏威龙。通。宋威龙出局。苏威龙。苏威龙，通，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哇，漂亮。好，还有两个。曾舜晞跟秦昭玲是吧？现在就剩两个人了。喂，我想搜一下那个机电。哎，我想搜一下那个机电。走啊。这个机电很可疑，我觉得。没人。没人是吗？我觉得很可疑。有人吗？真的，真的没有人。不好意思打搅啊。他们很鬼鬼祟祟。没有吗？厨房里面应该没有吧？看一下，你手一下啊。没人，极端的可能。出来准备反杀匡哥了。捉迷藏游戏，大哥队对秦昭玲使用现状改变卡。他用完那个卡，我心里颤了一下。秦昭玲，所以我没杀着匡哥。如果我真的上去狠狠的扑一下匡哥的话，我估计匡哥也有可能被我一同杀掉。巨人。现在最崩溃的是小溪。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俩一个人死躲，一个人出去拍吧。秦昭玲出局。救命啊！太紧张了，他们一个人都没有逃开。小溪死躲，小溪死躲，小溪一定要死躲了。死躲，我现在必须死躲了。游戏满满的哥哥，捉迷藏游戏 ，B 区红梦世界正式关闭。我在厕所隔壁草丛里面呢，现在就剩曾舜晞了，有可能极地服死伤了，大家不用管了，散开吧，所有人散开走，散开走，散开走。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在草丛里面，来找绿植，找绿植。曾舜晞出来，曾舜晞有本事出来，曾舜晞出来，曾舜晞，曾舜晞。现在我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就在我这个草坪的外面，一直来回徘徊。离我远去，离我远去，离我远去，离我远去。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三分钟。三分钟，停住了。啊！
只要小西不出来拍人，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对，现在他不会出来的，死藏了，肯定是他选择死藏。曾舜晞，曾舜晞，我好累哦。曾舜晞，出来挑战啊！出来，没机会了。双人集合，我们全自拍，留一个跟他单挑。好，为了表示诚意，来，站。真子吧，我们刘梦佳跟他决战，看他敢不敢出来，看他敢不敢出来，敢不敢出来。小西，吴奇隆和严屹宽自曝出局，出来。小西，小西，这种感觉太不好受了，感觉做了亏心事一样。救命啊，不要被激将法给激到，千万不能出，对，不要相信他们这些招。今天好怂，但是没关系，赢就行。游戏结束还有一分钟，最后一分钟，59 58 57 56。有看到曾舜晞吗？47 46。有看到曾舜晞吗？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下节更精彩。芬达，牛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有看到曾舜晞吗？有看到曾舜晞吗？正式结束，本轮小哥队获胜。有什么可以喝的？有好的烤肠吗？有了。哥，本轮捉迷藏游戏小哥队获胜。啊！这刚刚有擦身吗？有擦身。擦开就躲在里面。我们的孟佳好厉害啊，厉害耶！哇，厉害厉害，漂亮漂亮！哇，厉害厉害，真的可以，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孟佳第一次来厉害了，真的厉害了，这真的要给你鼓掌，厉害，拍了两个，嗯，厉害厉害厉害！恭喜小哥哥队获得胜利！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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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这个眼睛装扮得特别好，对，因为上次我记住我要信都说你眼睛太大，就这几个字印象很深刻，所以这次要改变一下。这叫什么？这叫做天道酬勤，愿意把努力花在这个上面的，他一定会收到一个成果的。他戴上口罩真的好像宋小宝老师。宋小宝，来来来来，再演一回，再给他弄个红的那个毛线帽。那还得再涂黑很多，再涂黑一点。小齐跟雪莹，可怜的人，对，被锁到了一起。
可是情侣穿成这样也蛮吓人的，好不好？那没有时间换。对，哎，你们像夕阳红情侣。只有参加了那种就是夕阳红旅行团的人。我本来想要走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个人这样晃了一下。我一直这样。然后我想说，里面全都是气球跟那个有一个那个锤子，那肯定是黑的，还是像屁股一样的。然后我根本就没看他的脸，我只看到他整个这个脖子。然后我说：“你是农农吗？”这是你还猜到是我？对，因为我只看到你的脖子，我没有脖子，你都认识他了，你好厉害啊！农农今天专门把肤色涂黑了好多，好吗？请问陈立农的脖子要怎么认？请问什么特点？这一期我们在云南玩得非常开心，下一期我们会去哪儿呢？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大哥队今天要接受我们这一期的惩罚。好的，心服口服。心服口服，我们技不如人，我们坐过山车去。哇！麻烦所有人披荆跟我们走。一起玩，巴老 PD 都不要走。我们是大哥哥队，我们输了，我们技不如人，请大家多多给我们鼓励。有请满满的哥哥，就在湖南卫视。周六晚上请锁定湖南卫视，有请满满的哥哥。欢迎来到这一期牛气满满的哥哥，掌声欢迎嘉宾出场。金哥，你是队长？是。咱们这么熟，怎么能跳行呢？我还是来小哥哥队吧。第一个游戏极速大逃脱，在小帐篷下，的确有一种度假的感觉。说出三个字的动物：黄鹂鹿、大灰狼、老虎。大灰狼是不对的，这个。第二个游戏，爱的 battle， 好像钱一样。水上保龄球来了，人间推土机。我看后面，你看旁边。好，走。王信、严屹坤。严屹坤，龙龙，快来快来快来！张天宇、刘玉佳，我们导演组都是坚强的，走嘛，走嘛！只要再一次，你就能克服心理的障碍了。来，跟我一起做。来，跟我一起坐，来来，没事没事，我们坐最后面，没事的，没事。对，真的很开心的，来来，坐最后面。这是艺人跟 PD 之间革命的情感的体现，同时出现在这样的画面里。好舒服啊，晒太阳。周总，你看看前面啊，往前冲。耶、yeah. yeah. ！来！哇，这个重力可以的！再来一次，我们再一次，直接再一次，再一次！太多